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，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。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了40多年，停止战争实现和平，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致心声，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。中方注意到，昨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，阿富汗战争业已结束。 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，并采取负责任行动，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安全。中方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到落实，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，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，让阿富汗人民能够远离战乱，重建美好家园。